喂喂喂 ，Hello Hello，Check Check Check。最近我发现有好多人在我的弹幕和评论里面说，哇，这个 UP 牙好白啊，有那么一点点吗？啊，那么我相信这个牙齿的问题应该困扰着很多很多的人。有的人可能是因为这个牙刷不好啊，这个牙痛非常影响这个生活质量；有的人可能是因为牙黄与自己的女神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。所以为了解决大家关于牙齿的各种各样的问题，那么今天这期节目我就将告诉你如何养成UP 主同款白牙。哎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赶快拿纸拿笔记一下呀！哎呀，这多重要啊！这我下面说的，到时候都要考的呀！赶快记一下，记一下。你们可能觉得你们的牙怎么刷都刷不白，怎么刷都刷不干净，总是在自己露出自信的微笑的时候，牙齿中间就不争气的出现那么几片菜叶，或者是向别人露出赞许的微笑的时候，别人总是投来这种嫌弃的眼光。你好黄啊！你们有没有想过，这根本不是你的问题，不是你牙齿的问题，而是牙刷的问题呢？所以选择一款适合自己的牙刷是至关重要的一点。你们有的人可能还在用着这种传统的牙刷，那么我想跟大家说的是，你们赶紧去把你们这种牙刷全都丢了吧。这款 U-Smile 电动牙刷或许才是你最佳的选择。你们可能会问了，我为什么这么说？首先，这两只牙刷最大的不同就是一个是手动，一个是电动。我觉得就算你单身100年，你也刷不到比这个电动牙刷还快吧。普通的牙刷根本就不能把牙膏里面的美白成分完全的分解出来，而电动牙刷却可以。这就是你为什么刷牙一直刷不白的原因。还有，大家能很直观的看出来，这颜值你好骚啊，这手感。并且这个牙刷还有3个档位可供你选择，如果美白模式都刷不白你的牙，那我推荐你还是去这个牙医看一下吧，这个有点严重，说实话。那么实际效果到底怎么样呢？我刷你们看。哎呦，哎哎，这哎哎呦，这 Here we go。哇，好好看啊 ！Oh my god，amazing！ 买它买它，刷完就感觉这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呀，这牙齿明显的就变白了。虽然我的牙本来就很白，官方说这款牙刷充一次电可以用半年，具体怎样我不知道，反正我买回来用了这么多次，我也没充过一次电。当然，最重要的还是售价，多的不说，用一支口红的钱就能买到这样的电动牙刷，你说心不心动？反正我是心动了。那么现在淘宝搜索 U-Smile 电动牙刷，还可以领这个优惠券。牙黄的朋友们，你们还在等什么？赶紧去买呀 ！OK，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。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，不要忘记点个顶、点个赞、投个币、充个电都是可以的。那么如果你对我的视频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法的话，请在评论下面告诉我，当然私信我也是可以的。那么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拜拜！当然别忘了，赶紧去买这个 U-Smile 电动牙刷。